我的灵魂不能更有趣了，我简直太有趣了，不光长得好看，还有有趣的灵魂，这种男人极品啊！我到了，就在这儿，15层。 这么多年，我都没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快乐过。谢谢你，钱大夫，占用你一天时间，耽误你休息了。别客气，孤独是顽症，下次再犯，钱大夫随时出诊。一言为定。 请求，我说出来，你可千万不能不高兴啊！你怎么了？<笑>我在想，咱们俩这种医患关系能不能暂时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你知道，如果各种关系搅和在一起的话，我怕。你别说了，我明白。谢谢。 我也有一个请求。说。以后能不能别总说谢谢？ 向你保证，安全感。关键时刻，他还真发挥作用。 行了，你不早了，那我回去了。晚安，晚安，做个好梦。啊，大汤。嗯，拜拜。再见，丫头。我看你进去。你早，我看你先走。
张姐都不哎回来了哎是买菜去了哎都不嫌多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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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火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火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当当当当当我这是怎么搞得这么乱呢那那那那那那那有这么大的风这孩子也不关关窗帘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吓死我了你们这干嘛啊别别没不是你看我这我睡睡睡睡你接着睡接着睡接着睡挺好的安静，你在这儿高兴什么呢？我俩没。终于呀，真好。啊？不是张姐，昨天吧，那个我给十一接风嘛，我给他做顿饭，做顿饭就喝了两瓶酒嘛。然后喝着喝着就睡了，就睡着了。你呀，这回就好好的啊，别再招惹是非了，该踏实了。我也不招惹是非啊。哎，你说你，那到底你怎么想的？我想什么呀？你呀，这该想的不想，白长那么大一个儿。哎呦，瞧你这满身的酒味儿！去去去，赶紧洗个澡去！哎呀，臭臭的，女孩不会喜欢的。快去，去啊！哎呀，哎，别忘了再喷点香水儿。你好，你好，请问您找谁？找赵总。你有预约吗？有的。好，您稍等，谢谢。啊，这是我的名片。蓝总。啊，你好，你好，请坐，坐。蓝总，酒店安保也是我们的服务范围，你看你有什么具体要求，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你。谢谢赵总。是这样的，我们的酒店呢，两个月以后正式开业，我们现在正在招募安保人员，所以呢，我想从您这儿聘请一个资深的安保人员去我们那边制定条例，还有培训人员。这个没问题，我们公司有很多位酒店方面的专家。赵总，人选方面呢，我已经想好了，我想聘请五十一。蓝总是不是也看网上视频了？非常感谢您对我们队员的认可呀。但是非常不巧，五十一现在正在任务中，合同期还有一个多月。他不是已经被雇主辞退了吗？没有，那只是一个小误会。客户啊，已经让他回去继续工作了。就是昨天的事情。啊，蓝总，
您是怎么知道51被退回了？啊，我和11是老同学了。哎呦，那可真是太不巧了。那这样，您看还有其他人选吗？那没事，少佐，我暂时不需要了。如果我以后再需要的话，我再来找您。非常抱歉。谢谢。呀，小田儿。哎呦。穿这么漂亮啊，今天是吗？就是小田姐，这头发选的太漂亮了吧，口红也换了颜色了，真的好看呀。哎呀，我的小田儿啊，你怎么这么好看呢？我差点没认出来你。哎呀，好了好了，人家就是换个造型而已嘛，以后就这么穿，太好看了。就是啊，不跟你们说了啊，你们赶紧去吧，我要去忙了。以后就这么穿啊，拜拜。你说我这买个菜，你这跟我来干嘛呀？我要不帮你，谁帮你啊？反正我力气大嘛。哎，行行，松开，哎，别瞎摸。老板，你是不是怕痒啊？娃娃呀，哎，回来了。最近是不是太闲啊？看这样工作量不够，是不是得给你加点活了？我怎么了？我是刚刚真的觉得咱们有缘分吗？你得嘘，女孩子矜持点，这话别随便说啊，让人听着不好解释。你有这精力放在店上？海清，哎，十一姐，大表姐。你这太惊喜了，你这不友谊的拥抱，我可以。不在，有事就欺负我。现在你来了，哼，我气也顺了，我还能横着走了。停停停停停，还没吃饭吧？赶紧让天哥炒两盘炒饭啊，加俩蛋，咱们慢慢说啊。好嘞，我得细细问啊，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就空降了呀？就不告诉我一声呢？那我的人，我肯定不能让他受委屈啊，对吧？再说他要去给别人干活。碰上一个比我还讨厌的，比我还烦人的怎么办？那我不被比下去了吗？我要在他心中保持这个第一的位置。没错，万一他找了别人比我还能忍，那我不就被比下去了吗？所以说，此处应该先干一杯啊！干一杯！恭喜回归！你得喝完啊！干了啊！走你！嗯，干了呀！哎，大表姐，我上次看你视频可帅啊，神秘女子，飞腿擒贼，帅过玉娇龙。你，玉娇龙是谁啊？父皇母后今日御驾光临，小的先行采购，然后午时去车站接驾。喂。喂，是小的吗？我是大的。你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频了？是啊，我爸我妈还有表妹一家要来看我。啊，那么多人啊！要不然我派一辆商务车给你用吧，一大家人出门去哪儿转转也方便。不用，我们打车坐公交都很方便的。哎呀，坐什么公交啊？打车这么多人，至少得打两辆车吧？我这商务车一车就拉完了。
啊，好吧？真的不用，太麻烦了。哎，崔德胜，崔德胜。我刚上车，你说吧。哎呀，就一辆车而已，别看得太重。啊，能让家人开开心心的不好吗？那好吧，从我驾辆费里扣。你放心吧，我保证不会扣。你个傻丫头，看见你高兴，我就会高兴。这么多年，我突然发现“助人为乐”这个词，我念错了很多年。“为”字应该念成“四声”，帮助别人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丫头，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啊！我这就让司机把车派过去。行，看你这么有诚意，我勉为其难的接受了。挂了。拜拜。都来了，妈。哎，你看看，还这么瘦，别减肥了，还是长点肉好看。我没减肥。姑姑父，哎，你看这一大家子难得凑齐，所以我们都来看着。走吧，咱上车回家说。走走走走走。爸，你笑得沉不沉啊？哎，妈，我爸这鞋挺好看呀。舍不得穿，这不来见你吗？这车呀。不是朋友借我，这么大的车呀，这把咱们全家都装了进去。姐，你是当大老板了吗？朋友借我的车，把行李装上。老婆，您现在可以。来，快说，先上去吧。我把行李放这儿。来来来，这他来放，他来放。马来。别乱动，好了，往里放。先上去。嗨，这车装着行李上车啊，宽敞。来吧。哎，哥，放前面。上车，那就慢点。差不多吧，快点上来吧。没事，老头，老爸老妈很高兴。我不晕都被你弄晕了，谢谢你啊。行行，以后别看。要不要吃点橘子啊，压一压？没事儿。爸，好点没？没事儿，真没事儿。爸，穷命。可不是怎么的，好歹做个好吃，你还吐成这样。哎呦，这么高兴怎么？侯总好。啊，丽丽是不是没吃早餐？啊，还没。我猜就知道，吃早餐对身体好。早上，侯总。好。今儿状态不错啊，是不是交新男朋友了？啊，没有没有。逗你。哎，对了，晚上在会所给我安排一个包间，啊。好嘞。
到了是吧？到了吗？到了。哎呀，就这儿啊？慢点啊，十五层，来来来，来，慢点吧。哎。这个楼，姑姑，哇，好高呀！哎呦，就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好，把后备箱打开，拿东西。哎，我来。哎，对，我来，我来，爸，我来，我来，我来。来，递过来，递过来。爸，爸，爸。对。哎呦，女儿，哎，钥匙给你妹妹啊。啊。妈。1503，你们先上去，我一会儿就上来。哎，先上去。好了，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那个，刚才给你发微信了，你可能没看见吧？哦，我车站接人去了，一直在开车，就没看手机。我知道，看你发朋友圈了，家人来了是吧？是啊，16:15，北站。我这都掐着点来的。那什么，晚上啊，晚饭让家人们就在我们吃吧，我已经安排人在那准备了，正好给叔叔阿姨做几道拿手的私房菜，接风洗尘，好吧？谢谢啊，不用了。跟我谢什么？咱俩这关系。见到爸妈很开心吧？晚上一定要带他们去吃顿好的，接风洗尘。差不多咱就出发了。真不用了，那个我晚上已经安排好了。你这么费心，谢谢啊。有机会一起吃饭，好吧？我先上去了。等，倩倩。那给叔叔阿姨带好。刚才我在来的路上。看见有卖气球的，这不家人来了吗？添点喜气儿。海星，你知道吗？有些事情。我不是瞒着你，我是不想提这事儿。你听谁说的？朱大鹏啊，我把秦姐接到你们之前住的那地方，结果朱大鹏上线之后跟我说，说你已经从那搬出去了。那我更不想去了，免得见面尴尬。哎，十一，你去嘛，这个时候更应该要去了。我们姐妹听到这个事儿都特别生气。我告诉你啊，你那天一定要打扮得特别漂亮，闪瞎他们的狗眼。让朱大鹏知道你没了他以后活的那叫一个光彩。哎呦，十一，我这还有事儿，你那天必须得到啊，我们所有人都等着你。你这上班时间不好好看着我，跑过来给谁聊天呢？我发小周末结婚。结婚啊？嗯。这么好啊？那你怎么不去啊？不想去啊。为什么不去啊？你是不是怕我周末有事你走不开啊？没事，我周末我也要去参加婚礼。你也要去？啊，就你发小那场吗？
么了？还不想去啊？是不是那裸奔男要去啊？啊？然后你才不好意思去啊？我跟你说，越是这种情况，越要去。为什么？你要让那裸奔男看到你现在这光鲜亮丽的样子，对吧？你要让他感受到危机感，你要让他知道，昨天的我你爱理不理，今天的我看见就来气。我必须收拾你，你让他看见你，你现在光彩照人，走到哪儿都是那颗最闪的星，对吧？口渴了没？喝点咖啡。我不喝咖啡，你得教育他。你要教育他，你要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让人看见你今天这个样，对吧？独当一面。要不然，如果你当时嫁了他，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小媳妇儿，朝九晚五的工作，回家还得干家务，生了孩子之后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要干活。你想，你去你朋友婚礼现场，他也在，他坐这儿你坐这儿，你跟我走进去，啊，你挽着我，你身边有这么优秀的一个小男生，他得多羡慕啊，他得多嫉妒啊，行了，他得多自卑啊！你说，在他自卑的时候，去打击他。去刺激他，不去，让他。喂，他说他去，我电话，他去，马上就到。别去，去了，周末我带你去啊，怎么样？不去，成吗？不成。去了，不去，去了，不想去。来吧，谢谢。行，果今儿高兴，多喝点。对，你也来点。高兴。倒点。少点。行，哎呀，就没有你能喝。来，给你自己的来点。爸妈，姑父，还有我妹一家，哎，别拍了。我呢，今天开车啊，以这个饮料代酒。欢迎姑父还有妹妹一家来看我，希望你们在这儿呢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住得开心，好不好？好，谢谢，干杯！来，来，啊，来。这菜看着就漂亮，肯定很好吃，比咱们县宾馆的都好。妈，您要是觉得好吃呢，您就多吃点。嗯，小姐，嗯。这里多贵啊，得花多少钱啊？爸，您就别管了。我一个朋友听说您跟我妈来看我，人家呀特地设宴款待你们的。哦，你这个朋友真不错。姐，我简直太佩服你了，你就是我的榜样。你可别这么说啊，你呢才是我的榜样。我现在呀就要跟你学习，赶紧找个好人嫁了。并且赶紧生个孩子，对不对呀，妈？哎，钱钱啊，你这话可说到点子上了，这事儿不能耽搁啊。已经耽误的够久了，别再犹豫了。我觉得你这朋友这人挺好的，妈，这肉特好吃。就不愿意听你妈说这些。进进进。干啥呀，三？姐，哎姐，可咱们俩进你，哎，别站，坐下，自己家人，来，何总，你还想吃点别的吗？不用了，没胃口。啊，好。好棒的会所，好棒的菜，幸福的头晕。以后你会越来越头晕的。妈，吃香，你吃，净忙活呢。你都吃。哎呀，妈，我又拿两个枕头过来，太挤了，要不住酒店吧。多浪费啊，一家里在这儿挤着多热闹。就是。姐，啊，你过来。妈，过去一趟。姐，你过来。干嘛呀？你在哪儿啊？这儿。不是，你怎么不收拾东西啊？我妈会收的。你叫我干嘛呀？我想喝水，你给我打点水。小祖宗。我会躲开。爸。
啊！你喝了那么多酒，你站这么高干嘛呀？你别摔了，没事，下来，哎，我来弄吧。赶紧下来吧，你喝的晕乎乎，一会儿摔了。你不服是不是？不服了，待会儿咱们接着喝。行，喝，咱走吧。可别啊！还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娟儿？我，你去买点斤白酒啊！我给你叫到一醉方休。哎，可别买了，你别添乱了啊！去把你媳妇那东西给我收拾了，太乱了。我要干嘛来着？我要去拿手机摔着啊！哎呀，还没弄好。看你还服不服？不服，我们就看谁能喝过谁。好，好，好，你等着，你等着。今天晚上你们就睡地铺，我们睡床。没问题，没问题。赶紧铺，赶紧铺好了，赶紧喝。哎，小心点啊！哎，你别说，睡地上还挺宽敞。当然，它掉不下去啊，怎么也掉。今天晚上精神了，好好热闹热闹的。爸。啊。妈，咱们拍个全家福吧。好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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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培，这是培培，你出来，拍照片了。等一下，我们啊，快让他忘了咱们啊。快镜头了啊，自己找镜头，来来来，等会儿，我找人头，来了，我找人发型。一二三，茄子。起这么早，有事儿吗？准备好了吗？准备什么？带你回炉重新大改造。有点难吧？哎呀，你们都快点吧！带你们出去玩，你们太磨叽了。这要在我们公司啊，都得被开除。赶紧上车。不，这是电动门，你拉一下就行了啊，不用使劲拉。妈，你赶紧上车啊，快点吧！哎呀，快点了。钱小姐，钱小姐，侯总让我来把他郊区别墅的钥匙给你，他说你可以带着家人去那儿住多久都行，地址就在信封里。谢谢啊。不客气。哎，妈，住别墅啊？怎么住别墅去？行啊，上车。吃好了。这一趟我没白来，谢谢。我可从来住过别墅。哎呦，慢点吧，还没醒啊你！我赶紧上车，赶紧上车，别说上车。来，妈，我打个电话啊。哎呦，昨天晚上你们谁打的我？喂，你借我车，现在又借我别墅，我真的什么叫真的呀？你别跟我那么客气啊！那个别墅啊，我跟侯爵平时也很难的过去，那房子老是空着，你们过去住住挺好的。平时呢，我要是有朋友或者说客户来呢，他们不愿意住宾馆，我基本都安排他们去住那个别墅。啊，你要真是我的朋友的话，你就别跟我那么客气了，好不好？可是我这个……哎呀，没有什么可是的。你想，你们一大家子人，大家其乐融融的，在一个大的空间里头，多舒服啊！赶紧带他们去吧，好吧？我这儿还有事儿，我就不跟你说了，好吧？老头，谢谢啊。好嘞，拜拜。那怎么说吧？哎，我们先上楼收拾东西。嗯，搬家。啊？哦哦，搬家别墅了，搬家。走走走走，赶紧下车吧。哎呀喂！
艾米。嗨，亲爱的，你们可算是来了。哎呀，孙一，我想死你了。上次你在赛车场太酷了，那车技，有时间一定要好好教教我。没问题，今天就麻烦你了。别客气啥，这不是应该的吗？来来来，坐这儿。来，你坐这儿。那小丹，我就把我的十一交给你喽。嗯，放心吧，十一底子这么好，我一定给他弄得魅力四射。走吧，侯大公子，我也给你调一调呗。你们弄着啊。弄个什么呢？哎，你这个脸型真的是。一会儿啊，你先去坐会儿，我让人给你倒两杯咖啡，我给他挑身衣服。好呀，交给你我都放心。你慢慢坐。哎，安娜，给小侯总倒两杯咖啡。Lisa， 哎，把这件衣服给小丹送过去，就说穿这件。嗯，好的，嗯，去吧。你还晃悠啥？咖啡都给你上了，赶紧坐下。啊，没事，甭管我，你们弄你们的。到了。走。是这儿吗？佩佩，是这儿吗？姐，是这儿，36号。哎呀。说让你今天10点一定要去他们那个什么消防什么演练大会啊。嗯，我火还没地儿消呢。嗯，那老板你少吃点辣椒，我去给你买点那个什么牛黄清心丸怎么样？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你火大吗？消失。